欢迎大家收看《老熊看相》，这盘棋是世青雅区第169局“阴灵失道”，看看红方是如何巧妙的阻杀的。红方双车，这个车在黑方将的位置，看住这个士。红方首先马三进四一将，黑方的士落不动，这个车在这儿只有出将。这时候进炮，如果没有这个象的话，这两个象都可以落进来，所以进炮一将的杀法是不成立的。首先进兵一将，黑方这个时候不能用马吃，这个马有任务，用马吃的话，红方平车一将，黑方落士，这边在车九平六是一个绝杀。这个马的作用就是控制住这种杀法，车吃回去。这个时候红方仍然这样，车九平六一将，黑方如果用马吃的话，这个时候这两个象眼就已经被堵住了，进炮一将，直接形成这样的闷弓，构思比较奇巧。如果平车将军的时候黑方用将吃掉的话，这边红方有个巧杀，车五平六双将，黑方直接用将吃掉。这边在进炮，是个马后炮的杀招，也是比较精彩的。